找你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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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好好玩哦！原来扫荡沙是这么好玩呢、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玩 TTT，也是 MyQuestTTTP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呢要来玩什么？我们要来玩 Bed War。然后今天的 Bed War。哦，我已经录两次啦。上次呢，我上次有录，但是呢，上上次我有录，但忘记录音。然后上次我录的时候遇到两次的骇客，一个是，对，有没有？这个小心这个，这个我现在右下角这个 Gay Kid，他 Hacks，所以不要找他。遇到他一定要小心，或者直接跳 game 也可以。我已经遇到连两个骇客了，然后下一个呢是这个 Flipple Channel。这个也骇客，他会飞，他两个都是会飞的。然后第一个我讲的那个呢，他是你只要打他，他就像是有一个那个布偶，好像可以你打他就是有那个尖刺，然后他就会反弹，对，就那种感觉，你打一下，然后他就会三倍的伤害呢。对，我打一。他装比较好，所以我打一下，但是好像是三格，然后结果他就变成打我49的伤害，是有点恐怖。好，那我现在会觉得 click，但我就是现在不能用，因为我现在是在客厅，然后又是没有滑鼠垫，所以就比较难用一点。我是可以用，但会比较慢一点点。加上我的滑鼠有点摔到，对。那你可能会问我说，啊，那为什么你不会去你的桌子呢？就是有一个人要来住我们家，我不能讲是谁，因为这样子会暴露一点身份。啊，这一队直接跳了，好了，然后。然后呢，就是我的桌子搬到其他人的房间。那我就不能回去我的桌子，因为就有可能会吵到我的录音或是 distract，就是那个该怎么讲？好吧，就是吵到我的录音或是。干扰到了，干扰到我的路。那在这游戏呢，规则也不用解释啊，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要怎么玩的吧？不然你们怎么会搜寻关键字 Bed War 呢？还是你们是从铃铛投票的？还是你们是从铃铛看到的？投票去投票，或是以下留言也可以。啊，哇塞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你的床是我的啦。你回得来吗？哇塞！哎，为什么你在这？吓死我，剩半格。然后，来保护好。然后炸药，该买。14个，刚刚买这个数量，然后 TNT 一个。Oh my god！我刚刚真的被吓到了。好了，我没有保护，我们可以了。但是4秒先去。Oh no！他要干嘛？Hi！嗨嗨！Hello。
Hello。啦啦啦啦。哎，他比我，他是比我新手的那种。You wanna come？哎，等一下，没有打来。Or yeah，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了，我对不起你了，抱歉了，大大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好不好？请原谅我，我没有恶意。好啦，我其实觉得他尽力了啦，尽力也不能干嘛。欸，红队，红队跳了，这个蓝队。哦，青队是我们自己啊，小时候有人来我们家。你是我的啦。What is Agatin？ 继续在，继续在。趁你们互动的时候，嘿咻，快点快点，黄队黄队，哎，黄队，蓝队还没灭吗？哦，蓝队灭了，蓝队灭了。趁现在，你的床是我的了，再见了。现在只要灭掉那一队就可以。我们家在那，哦，我们家在这。OK OK， 那我们只要到他，从这里到他家就可以了，到我们家。他可能要画超过半岛才可以。OK， 还没准备好而已。进得冲，进得冲！进来，进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上去啊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哟，赢了赢了！哟 ，OK， 好，我们赢了，大家太爽了太爽了，第一场第一场。这你下去的时候回掉，那可以。哎，为什么他是哦？看错，是普通的剑吗？哎，不对，他是铁剑呢。这是铁剑吗？还是石剑？奇怪，重生的时候应该是那个。哎，为什么他是哦？啊，这是我的喽。我其实不用浪费一个天地。你重生我的了。八个。可以再买两个 TNT 拿下去，把方块放进去。OK， 黄队还在，
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黄队啦。黄队其实不用靠天梯，是一件好事。哦，你是我的啦。哎，黄队跳了，黄队跳了。哇，我们毁掉好多个床。哎，清队清队，干掉干掉，干掉掉！哦，二个钻石哎，要死！我再买一个，抗火买错了。哎，哇塞，打到我们了！哎，你跟我开玩笑哦？对好，我床没了。要算好奖励。再见喽！打不到。你的床是我的啦。啊！哇塞！啊！我要死了！救命啊！你的床！哎呦，你是我的喽 ！Hello，Hello， 你是我的 Final， 拜拜！快点，红队，快点，快点，红队掉了，红队掉了！另一条床，另一条床，你还是我的了，去死！哎，那个我死，哎。往那边走，往那边飞，往那边飞。谢谢，你的东西是我的了，你的床，床是我的了。然后，啊，那边，看来白队是新手呢。找你啊，找你啊！会找你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好好玩哦！原来扫荡沙是这么好玩的，扫沙那么好玩。救命！放心。你是我的。然后，恭喜先。好好玩哦，爽啊！我看到了，他disconnect，哎，我崩了，我没有崩哎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手上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啊，看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我手上这个是什么？很像弓哎，很像弓哦，很像弓哎，超像弓的哎，
为什么我肚子在摇耶？哎，我死了！啊，我死了！来，我们看一下十三杀。啊，至少我们十三杀了，有点恐怖。超爽的，好啦，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，然后帮我按个订阅，拜拜，耶、yeah。